不让他未来要接班，让他未来要当老板，对这个社会国家产生更高的利益，解决更多的人就业问题，这样才对。一个老板在一个国家挣的钱再多，我告诉你，你挣钱越多，证明你享受国家的恩惠越大，享受人民的帮扶越多。你今天挣钱再多，你认为是你的，没有员工的帮助，我告诉你，一个好汉还要需要三个帮呢。啊，运动员在场上底下还要有这个，哎，拉拉队呢，这个我们要清楚啊，你不能轻视他的。红花再漂亮，还必须绿叶给它配成起来。你今天再优秀，再能力高，你这个企业，我告诉你，也需要有环卫工人、保洁员，你不然成垃圾世界了。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人。再讲，真正的老板一定是激发员工的潜能，帮助他成就的，而不是老板着脸就叫老板，是不是？板着脸没用啊。你要是对员工板个脸，你对领导跟你合作企业你也能板个脸，我告诉你，你是真老板，是不是？你不然对员工你家板个脸，你对和你哎有这个利益关系的能管你的领导，你就嬉皮笑脸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也叫伪善，你不真实啊，你是伪善，这是有问题的。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，对下人要体贴，第二关怀。怎么关怀啊？关怀他今天的情绪，他的人生轨迹，他的家庭状况呀，需不需要帮助啊？啊，员工有问题，要不很多企业在做慈善，我说你别做了，他说为什么呀？先建立员工基金，帮助困难员工脱贫，帮助员工的子女上学，帮助员工的子女就业，帮助员工的父母生病。钱不够的时间拿这个基金补贴，内强，这叫内德做得好啊。你今天在外面做慈善，不管员工死活，你这也叫伪善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做这个慈善，你有目的的，想上个报纸，想上个新闻而已啊！你早晚要栽跟头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所有的荣誉、所有的财产、所有的企业效益来自于员工。员工啊，勤快点，多给你操点心，你少出几个次品就出来了。下班的时间认真的，是不是？就像我遇个企业给我就讲，他给员工用传统文化培训以后，他员工一年光省下的员工餐就要给他节省5000万的。你想他那企业多大呀？就我员工不浪费了，为了让传统文化在企业去学习，停产3天，所有员工7000-8000人来学习。我去给他们讲过一堂课，人家董事长总裁你知道干什么呢？给所有员工在那磕头呢，求他们学传统文化。哎呀，我一看，我说这老板动静太大了啊！凡是要去他企业的，企业文化就是弟子规背过，背不过不能成正式工。你想的，人家4000多人同时吃饭呀，竟然鸦雀无声啊！还别说人家呢，你看我们这个讲堂，是不是？哎，讲课的时间挺安静，下了课大家有没有觉得安静吗？叽叽喳喳的，一点都不安静。好，你看人家几千人吃饭，那能那么安静啊？那也是了不得的事情啊！所以，作为老板对手下人要体贴。关怀厚道，第三还要厚道呢。不要随便克扣员工的奖金，不要随便克扣员工的工资，不要随便克扣啊员工的福利，是不是？人家国家定的，像端午节呀、法定节假日3倍工资，你就给他给3倍工资。你玩呢，是不是？那他在上班呢嘛。一定要厚道，千万不要不厚道啊！做缺德事儿可太不好了啊！所以，作为一个老板，第一要体贴，第二关怀，第三要厚道。做事厚道，说话厚道啊！
员工餐给员工吃也要厚道，你都吃不下去的饭不要给员工吃。你要定期去吃员工餐，定期去员工宿舍。夏天那么热，冬天那么冷，我们想想，哎，员工在最基层付出最多，我们如何去厚道照顾员工的生活？除了他的物质生活以外，还要丰富员工的精神生活，让员工看看书，学习一些东西，让他的精神不要去空缺。啊，这是作为老板要做到三点：体贴、关怀、厚道，千万不能过于刻薄、挑刺。啊，刻薄挑刺会消福招灾呀。对员工太过于苛扣或者是挑剔的人，企业都容易倒闭，人员流失量都比较大。啊，要不一个老板请教我，他说：“秦老师啊，如何我能留住员工？”我说：“员工啊，之所以能留住或者留不住，员工留不住就是两个原因嘛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员工在不断的成长，公司没有成长，员工觉得这个平台太小，四面都是坑，我赶快跳走吧，不然我就死了，看不到这个企业未来的前途和希望。第二个呢，老板抓权不放，让员工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施展不开自己的抱负，他也就跳槽走。就这两种原因，所以人不断的在跳槽。啊，那我们反过来头来讲，你今天在用员工的过程中，对他的待遇，我们都知道啊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现在有一个新型的企业叫海底捞，是个火锅。我们去海底捞的时间，你会发现他的员工的特点。啊，我那天有两个朋友请我吃饭，就去的海底捞。他走在路上就给我讲，为什么要去海底捞啊？他看了一篇海底捞内部员工的一些资讯，他觉得对海底捞的员工非常佩服，完全积极向上，工资非常高。啊，在家在海底捞那个地方呢，没有亲属霸权，没有，任何一个人能者则上，不能者则下，什么总经理、店长，由你的经验和能力公平竞争岗位，他的企业文化用得非常好。啊，你要我们一般饭店的话，还给你什么喝饮料啊，给你吃小吃，你吃饱了不吃我主食了，没有，放开吃，走的时间有小孩，除了送玩具，还给你把他那零食给你，哎，准备的非常好，还给你，女士可以美甲，男士可以擦鞋，服务非常到位啊，你看人家生意经常排队啊。这是有智慧的人啊。那我们想一想，这个有智慧的老板，他是抓住了员工的想法，也抓住了消费者的念头，他成功的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今天把谁给抓住了？你连你自己都抓不住啊，你怎么成就大业啊？你自己想一想，今天抓住的是牌友呢，你还是抓住的烟酒赌啊，都是什么赌博的，是不是喝酒的、吃肉的？你今天抓住的是谁？我们连自己都没抓住啊！我们想想，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？你具备什么样的心态没有？你今天想要大型企业家的生活，你具不具备大型企业家的心态？你是什么样的心态？啊，你对员工怎么样？你对你自己怎么样？你对你们自己家人怎么样？我们对消费者怎么样？我们都知道前一阵顺丰集团的那个事情，一个人把顺丰的快递给打了几个耳光，顺丰老总直接就出来就说话了，人家对一个快递员呀，都能达到那么高的这个尊敬啊，我们自己想想。我们有时候在想，出来个总经理就了不得了，董事长哪用出来？哎，董事长亲自出来，光这一下，我们想一想，
顺丰它在快递行业一定是龙头，把员工的心给抓住了。你作为一个企业家，你一定是要抓住消费者的心理和员工的心理的。消费者的心理你抓住以后，他买你的东西才能让你有钱回头养你这个企业。你抓住好了这个员工的心态以后，员工才能给你造出来更吸引消费者的产品。反过头来我们可以这么说，产品太好造了，你卖得出去卖不出去是两回事儿啊。你卖出去了就成了消费品了，卖不出去你就成废品了，卖你自己手里了。那我们作为一个大老板，你应该要怎么去做？为什么说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呀？那这一块就告诉我们了，我们对员工不要过于苛刻刻薄挑刺，我们要对员工体贴关怀厚道。不光是对员工，作为老板要具备这样，作为一个人你也需要这样。你对朋友，你对亲情，你对消费者，我们都需要体贴关怀厚道。今天不是你想卖什么，而是消费者需要什么，这个我们要明白。今天不是你有钱就能领一帮员工，而是你有德能把员工的潜能给激发出来，你这个德就升华了。这个我们要清楚，哎，一定要明白。我们有时候去很多企业，我们可以看到人家的企业文化，人家对员工的态度。我去过很多企业，我也告诉过大家，人家对员工好的那种程度，你永远记着，你对员工尊敬到什么程度，员工对你的回报也是如此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他在第一线呀，他稍微给你动点脑子，你都完了，你的品质都不过关，你哪能天天的这么去，哎，揪住啊，是不是？我们看看刘备了不得呀，刘备太有智慧了。哎呀，一个皇亲国戚的身份和关云长、张飞结拜。啊，他都已经当了皇帝了，跑去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啊。那诸葛亮的出名，关云长和张飞的出名，我们可以说是刘备捧出来的。那刘备当皇帝，他之所以哎三国鼎立的这种江山，也是关云长和张飞哎诸葛亮给捧出来的。所以上等人是人捧人高啊，中等人是人不理人啊，下等人才是人贬人低呀。你今天贬人的时间，你就成了低人了；你今天不理人的时间，你就成了中等人了；你今天在捧人的时间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成了上等人了。你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？你要具备什么样的修养？一定是这样，我们自己就要衡量了。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？我们今天想发财，请问你有发财的思想吗？你有发财的行为吗？你有发财的心态吗？你有发财的能力没有？你除了抱怨，你除了指责，你除了嫉妒，你除了哎这种消极的思想以外，请问你还有什么？就和这个道理是一样，你希望你孩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你希望你的企业兴旺，你希望你的人生非常辉煌，请问你为这些你所需要的东西，你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？我们要问自己呢，啊，你去感受一下，见一下成功人他的特点，见一下倒霉人他的特点。成功人的特点一定是积极向上的，常为他人着想的。那失败人的特点，满嘴都是抱怨，满嘴都是找借口，满嘴都是外怨，什么怨坟地不好，住宅不好，八字不好，我命运不好，什么我老婆都不忘我，你看胡说八道一大堆，他就不说他自己不忘自己。那我们就要想想自己呢，就像我们讲一样，人家说扶不起的阿斗一样，是不是？人家扶不起你有什么办法呀？谁都没办法的。
我们自己今天学习就是强健自己的思想啊，保持我们阳光的心态，约束我们不该有的行为，在人生过程中体现我们的德性、修养、人格、魅力，在我们人生个人历史上面，我们要活出辉煌，做出辉煌，让所有人见到你以后都会被你的积极、快乐、包容、理解所感染，而不是被我们的消极、被我们的抱怨所感染，这很重要的。那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，所以说作为老板的修养德性，对手下人要体贴关怀厚道，来，千万不能刻薄挑刺，刻薄挑刺会小福招灾，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。那我们自己就要清楚了，一定拿放大镜看对方优点，放小镜看对方缺点，最好把对方的缺点给他看没了，优点给他无限的放大，让他超常的发挥。英雄不见得是完人，我告诉你，可是英雄一定是把他的一个优点完全放大，把所有缺点给掩盖住了。这个我们要明白，一定要清楚啊。我们今天要做激发对方潜能、弘扬社会正能量的人，我们每一句话、每一个举动、每一个观念，一定要对这个社会产生积极向上、正面的影响。男人要对女人的特殊影响，让女子变成社会靓丽、漂亮、贤惠的风景线。女人要对男人特殊的影响，要把男子培养成顶天立地、文质彬彬的君子。千万不要女人把男人培养成了衣冠禽兽，男人把女人培养成了泼妇啊。这个我们要清楚啊，一定要明白啊，这样我们人生才有价值，不然的话我们人生就亏了，你今天听课也白听了。对自己缺点斩尽杀绝，下狠心啊！你看你们来一次也不容易，那么多人报名呢，是不是都不见得能报得上？那我们既然来了听了，后期还有那么多视频呢，包括前期我也讲了那么多视频，你可以每天最少看一集呀、啊！啊，你看个三四年，我告诉你，你都看不完了。甚至有时候我讲的哪一集呀、啊，你都要落实一辈子呀、啊。那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，你看着非常简单，可是你要明白大道才至简啊，真的是大道才至简啊。好，这一堂课就讲到这。